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，我觉得是能上热搜的，各位。哎，所以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准备拍照啊。李艾，我感觉你像市场上卖丝巾的。不是我，老板，丝巾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不是，这个环节很特别，为什么叫姐妹姐姐风集美情呢？嗯，我们先给各位打个样，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？是，哎，是的，来，请看一下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大背景，这是背景，在春暖花开的时节，哎，就是这个。姐妹们相聚在了花开的树下，哎，我看见了她们幸福的笑容，她们肯定觉得棒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想挑战一下？你看，你看，这竖起了大拇指，杨幂说棒棒的，对吧？来，各位美丽的姐姐，往这里看。我们为你们准备了很多时尚单品丝巾，好，对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选择。这是你们终极的挑战，在这之前的每一位选择一条适合你们气质的丝巾，并且会给你们配一段音乐，然后超哥可以和你们一起搭配来走秀，或者超哥用手机来记录下他们非常美丽的走秀的风情。所以超哥，你知道你不是来上来点赞的，你是来拍照的。嗯，来，各位美女们，仙女们，先从谁开始？来，这样子吧，我们先到后面来准备。来，先来挑丝巾。妮妮，你先来吧。先挑丝巾，各位先把丝巾挑好。我怕你们这么好看的丝巾，我怕你们抢起来。哎，有一种大家都是来买东西的感觉，大减价啊，大减价，快来挑！丫丫挑了一个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红色。如果同时看上一条，还得抢，你知道吧？来来来，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内心作何感想。baby， 你就挑一个作为自己的，还抢起来了，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吧，来 ，baby， 好。来，请各位仙女们可以先到旁边准备一下。好，我跟大家说个几个这个拍照的定点，这样子呢也方便我们几个摄影老师一起走。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有不一样的音乐。是这样子的。Sorry，各位，你们出来之后呢，一定要在这棵树旁边先做一个造型。是要拒绝吗？然后走到最前面做一个造型，然后右拐，然后就可以先等待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从妮妮开始吧，好不好？高跟鞋可能我、哎那个、来，我们试试吧，好不好？现在想走已经晚了。杨幂老师，杨幂老师，你怎么是很不高兴吗？来，我们先请妮妮先来。来，妮妮，根据音乐配合做出造型。哎，来喽，好的，哎、不错。超哥，你要拍下来哦，超哥，随便找角度。拿出导演的专业性来，随便找角度拍。超哥，去年我跟徐峥的照片你还没给我呢。哇，不错哦。为什么？有一种毛阿敏老师的感觉，相当经典。来，接下来是下一个，下一位，佟丽娅，丫丫，佟丽娅，丫丫来。哇，蒋大为老师的歌，桃花盛开的地方。哇，好美，有舞蹈功底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音乐太好了，正好四五月份在伊犁桃花正盛开。嗯，欢迎大家去新疆，谢谢。哎，唐嫣呢？我们下一位。唐嫣已经开始做准备了，他已经在自己的服装上，我这个角度可能得换到这边了，没问题。哦，他还改造了一下衣服，好棒啊！但也确实，请各位女神，因为我手机容量没那么大。就只有唐嫣是把丝巾跟服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走几步，来开始。这条丝巾得买，我要买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种感觉。瞬间大气了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是一直在很抗拒的杨幂，对，不停的在摇头。来，有请。幂姐怎么了？哎，不错，可以，异域风出来了。杨幂准备的是《三生三世》的音乐，仙侠剧的感觉。来吧，不错哦，很好。现在走进了菜市场，来看一看旁边新鲜的菠菜。还有西红柿，咱买两斤，多送点容量，绝对是市场上的。掌声在哪里？漂亮，好，好，
完美。接下来是 baby， 今天过生日的 baby， 把这段表演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吧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李谷一老师。电音音乐。好看，有点放飞自我的感觉。仙女散花啊，这是。谢谢谢谢 baby。接下来是张雨绮。最炫民族风。很顺合。哇哦。真的是拼了，好棒啊！果然最炫啊、哎！自从在春晚上演了小品以后，你身上真的多了很多喜感，很棒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全部都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合体表演？就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合体。给各位出个难题，还记得刚才大屏上出现姐妹们摆出的那个造型吗？来，我们把那个终极挑战来了，来，最难的大屏幕，快，大屏，来各位，这个可以吗？集美们。你们只要站对地方，伸出你们的双手，我们就让现场来复刻大屏幕上这张图片的一模一样的版本。我觉得寿星站中间吧。好哎，好，可以围住寿星。你是当中那个穿花袄的那个姐姐。好，谁在前面？谁在 baby 前面？来找一位在前面。就按照这个顺序吧，来。好，开始，来。杨幂，你就坐对左边这个，来，丫丫，好，对，前面有一个，妮妮，嗯，超哥，这张照就靠你拍了，嗯，全网都在等这张照片啊，这个就让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 baby， 好不好？最后十秒时间，加油，各位，来喽，找到那个感觉，只要你们拼在一起，美美的摆个造型，这事就 OK 了，我们三二。哇哦，好，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是超哥你要加入进去。来，这绝对是今天微博之夜的一个经典造型。来，超哥你加入进去，快快快，来超哥赶紧加入进去，来加入进去，来，别散，让超哥也加入来，快点，来各位，那个对超哥有一种看到了哇，这个景点也太美了吧！我要拍张照片的感觉。菜市场少不了卖白菜的大爷，来，三二一，我们也用这张照片祝我们的 baby 生日快乐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